涨水泡没去，我讲对象。是老化。为什么有医生可以这样？真的，请不要再问他，不要再问他，现在经历的人生多么痛苦的过程，你还不回答？他现在在重生，我这么尊敬你，没有，他在重生，好慢呀。来，等一下，医生，我在帮他问你下一个问题哦。请问你觉得他现在的状态，这个灵魂给他碰没碰回？而且是水肿还是紧张？紧张这样看起来不像水肿，所以不像水肿就是真实的，真实的脂肪喽。哥可以帮我一个盲进广告吗？老实讲，你要听专业的。其实这不一定啊，哈，因为有些人年轻就有水泡，但是哈，那边够还没多啦。但是我是说学理啦，但是年纪大的人哦，60岁以上每个人都有水泡了。好，60岁。哎，那你真的快速老化。进广告啦，进广告，来，我们现在看广告。都报警请进广告了，进广告，进广告，进广告。心情要调，快点服装了，我笑到眼泪都流出来。